以高血压又叫做一个什么？叫做没有声音的杀手 ，silent killer。他根本没有感觉。但是年纪增长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危险。他可能就爆到两百，忽然间，嘿，硬化以后就两百，忽然间中风的，这个就是这一类的。十大死因第九名，高血压有无声的杀手之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将带您更了解高血压的并发症以及如何预防。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啊？走路是最好的，就是走路，不要太激烈。其实走路是你只要关节没有什么问题，走路啊，快走，稍微快点一点走，那稍微有点汗出喘一点。他们说走路走到你讲话可以讲，但是有点喘，那是最好就可以了。健走 ，OK， 竞走那种，对，竞走太快了，竞走太快，你可以控制速度啊，对，就是慢慢的散步这样子。但我记得姿势，我印象最深说那时候在报社隔壁有个记者，他其实才40岁而已，然后他在那边写稿已经写三，因为我们差不多6:30开始写稿，写三页突然在，没有，我们6:30开始写稿，在那边被犯了。可是他算是把太小看他了，没有，他算是很专业的一个社会记者。然后呢，他从我们6:30就要开始进去报社写稿，然后写到10点，然后截稿。好，他就在那边一直写，他写中途也没起来上厕所，写稿截稿10点之后，他起来的时候，啪掉下去了，这就是姿态，他就中风了，姿态性，对，马上中风，所以他就这是姿态性，因为一直不屌哎，一直搭边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很建议说，至少你在。几分钟一个小时之后动一动要稍微伸展一下，伸展一下嘛，对，把自己再稍微不过那个可能不是高血压问题，它可能有那种中风姿态性。那这个事实上瑞玲讲的很好，我们因为坐着或是什么时候，它血都是在腿部或下部，下对不对？因为它即便站起来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反应告诉它说，哎，我要站起来了，血压要打高一点。所以如果你血还是只打到这里，你看看你上面一段就空了。所以事实上这个时候就没事的时候要脚动一动啊，身体动一动，然后再起来会比较好。是哈，那饮食习惯的部分，刚才怡莉也稍微提醒，其实饮食真的还蛮重要，因为其实盐分的摄取啊，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吃比较重咸的，加上你又蔬菜吃的比较少的这种人，通常哈，如果说以有几个族群啊，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话，通常会发生在比如说饮食里面，他喜欢吃零食、洋芋片、饼干的。那中年人通常都是发生在外食人口，因为外食你几乎吃的都是咸的东西，因为调味的部分烹调要好吃都是咸的部分。那老人家通常是发生在所谓的酱瓜啊、腌制品啊，还有有些老人家饭后喜欢吃一点蜜饯啊这一种的，导入，对，这个都是导入，这种都是盐分比较高的，常见的，因为他觉得要开胃嘛，是，对，有硬皮啊啦，对，有些老人家本来口味，其实老人家口味其实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本来他在那个嘴巴的对味那个触觉味蕾上面，他本来就老化退化，所以他基本上他煮的东西，尤其是像刚刚讲那个更年期的妈妈，他常常哦煮菜很咸，可是自己都不知道，对呀。对，然后家里面人就会觉得，哎，妈妈怎么好像最近手艺口味变咸，对，变咸。哎，你说我看到好像最近也这样，所以他加盐巴会加的说，对，所以其实他说我没有加盐巴，我只是我改成几罐那个豆腐乳啦，一个干啦，里面就有那。就是讲起来，就我宁可提早，比如说我在现在我就养成清淡饮食了，那至少我在到了更年期之后，不管男女，我的饮食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，那我说哎淡一点也是 OK 的，对自己身体都很好，对，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，我们在高血压部分有一类就是非常 salt sensitivity 的，这个你只要多吃一点盐，那血压就蹦就蹦很高。那这一类其实治疗很简单，你就叫它限盐少盐，搞不好血压就降得比吃药还好。对对对，但当然你要去试它，就是说是不是对这个盐的反应性很高。所以这一类在怡莉他们在营养师在饮食的调整上，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正常人哦，正常建议一天是六克的盐巴。可是我们现在统计出来的结果，我们一般正常人吃大概都是12克到15克，对，都是2倍再多了。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建议的时候，其实国人的饮食习惯里面都是咸的。那有些人喜欢特别喝汤的那种人，对，喝汤的，尤其是冬天汤汤水水的东西哈，那他其实他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喝太咸了，我再喝杯饮料。可以冲淡，对，冲淡一点，没有盐还是进来，对，然后造成肥胖啊，肥胖又引起高血压，就一直就在恶性循环当中。饮食习惯是一块鸡排应该超过6克了吧？对，对啊，盐超过，盐分应该超过。其实我们最怕是外食之后，胡椒粉全部做完了，那个老板再撒一勺油，撒一勺肉燥，再撒一勺盐，啊，那个就超过。对呀，那大概不止了吧？大概一罐的吧。所以，好，总而言之，那饮食还是清淡，尽量啦，哈，口味不要把它养得那么挡。
咸啦，还是吃的不错。或者是说量不要吃那么多。嗯，来，情绪。嗯，就我刚刚说的，喜怒很开心，保持稳定，嗯 ，peace， 对，好不好？稳定就好。因为在中医来理论来讲，就是说你每一个，比如说刚刚说的七情，它每一个都会对称的每个脏腑，所以当你说怒伤肝，那你那个笑得太多的时候，也会影响到你这个部分的某一个脏腑。这样，比如说，恐呢就是伤肾，真的，那伤肾就让你害怕看恐怖电影的这个，但是它适当一点点是刺激是，可是你一直处在那个环境下就有问题了。交感神经太过强，事实上大家讲情绪，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因为很多坐公车或捷运，你看到公车要来了，距离还有30步，你就赶快跑过去，很紧张，赶快一跑完了，就血压就开始升高。对，很多的那个爸爸妈妈在追公车，对，事实上情绪就是要让你不是，有时候讲起来，他说，哎，我就都不会很紧张，那不会，可是从小生活的小点滴，小细节当中，追公车啦，赶捷运啦，对不对？很急的。那你的工作环境有噪音的那种，长期噪音之下的话，你情绪会影响。情绪会影响。那这时候你知道可以带一个什么水果？香蕉，香蕉，对，因为香蕉它是对，香蕉它是高钾的水果，那钾本来就可以帮助钠的排出，再来就是它里面有血清素，它可以帮助你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，细胞膜比较稳定一点。那香蕉一条又是两份水果，刚好一天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带香蕉。带香蕉，大家不要笑我，因为我是有情绪上的压力。那你们不是这个目的，绝对不是为了降血压的。但是因为香蕉热量比较高，不是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情绪上真的，我常会跟我旁边身旁人。想说小心我可能会中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刚刚吴医师在讲的时候，那些症状我觉得我好像快中风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情绪上的压力会造成你血压突然会变高的原因。对，好，所以带两根香蕉没有错，好吗？好，所以情绪哈管控自己也要留意啊。再来新陈代谢的部分，当新陈代谢越不好，越容易不是像我们甲状腺亢进的啦，比较积极的、激动的啦，这个新陈代谢。它也会影响的。朱医师在讲我了，你看，对，比较嗨的啦，对不对？或是吃减肥药吃的那个，那你讲的甲亢我也有啊，情绪上我也有啦，对啊，所以我是危险因素很多，危险因子很多。对，那我要请，那请问你平常是怎么样保养的？带一根香蕉，对，就把香蕉拿出来就好了。没有，尽量保持有特别的清淡，就清淡。所以我说，对太重咸的东西，其实我不太吃。对，那如果说碰到我先生他重咸，我会把他引导回来。因为我就是一定要从家人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引导回来，他们大家就说，因为我吃蛋，他们跟着吃蛋，那小孩子也会跟着吃蛋，对，好，再来啊，抽烟喝酒，哦，那当然就不用讲，这个当然就不用讲了。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个陷阱了，抽烟的如果刚开始抽烟，血压是舒张的，因为它放松缓解。可是藏起来尼古丁还是会要让血管收缩的，慢性的之后，所以是很不好。那同样的喝酒也是，大家喝酒知道短期间因为酒精让血管扩张，所以有潮红啊、热啊等等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中风的人都是在喝完酒、喝醉酒、喝太多，因为血管它飙高了、收缩了，然后所以事实上它的后遗症都是在它的后期出现，绝对不是在前期。尤其是抽烟，在抽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说，哎，从这边进去，从嘴巴出来，他们抽烟的人都这么讲，不讲说他们造成二手烟啊，或者是三手烟的问题。那其实我们的烟里面它有一些焦油、尼古丁，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它本身会收缩的比正常的血管会比较明显。那你如果刚好有点血压高的时候，它会冲上去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同样的年龄有在这个抽烟跟没抽烟的这一部分，有抽烟的这血压是会比较高的。那经过这个年久这个一点时间上的一个控制不良的时候，它就更会造成我们一个从轻的、中的到高的，所以就会比较后面的这个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了，就血压就很高。是，就要吃血压药。我觉得有哦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像我公公他们都在他的附近周围嘛，同事他们都在烟厂工作。好，就是以前那个烟酒公卖局工作，那他们都有抽烟的习惯。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，已经快80岁、70几岁了，每一个人都高血压，因为他们会发那个免费的烟给他们嘛，阿公抽嘛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抽到后来到年老的时候，几乎他们那一区里面的老人，就是男性的那员工都有高血压的因为烟也可能造成血管硬化，对，就血管硬化快一点。
然后我公公就是到后来有一些心肌梗塞的部分出现，哇，很容易、哦、很严重。好，所以烟酒是任何疾病讲到都是叉叉叉，对，千万不可的哈。只有适量的饮酒是很小酌，小酌对我们那个，但是有过量绝对过量，过量绝对都抽烟，抽烟是百害无一利。对，但是我们现在很少的能够适量，适量是都是成瘾，没有啦，有时候是过年的时候，人家喝点什么补药酒啊，那一点点啊，哎，那以后看看就是你的量啊，还有你的年龄都有关系。好，适量来。那血压高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说有时候会头昏，然后这个有点呼吸困难，呼吸困难，心悸，还有花花的，还有什么症状？说阿姨，你把就那昂昂，假昂昂哈，这一点哈，他很正常，照常录影哦。可是隔天的时候就爆出新闻来，因为他整个眼睛整个都就是出血，对，出血才知道他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病变，里面。那血压高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说有时候会头昏，然后这个有点呼吸困难，呼吸困难，心悸，头晕，眼睛花花的，还有什么症状？你看我们最常见的看到的高血压的，就是说你今天真是红光满面啊，对耶，对不对？脸红红的，就是我有些朋友真的就是一整天脸都是红的。对对对，事实上我们就这种人，反而就要特别担心他是不是高血压。高血压，对。就是你今天红光满面的，衣服衬出来的。他是看到我们四位美女害羞。事实上，高血压刚为什么一直我还要讲他是沉默的杀手？就是高血压不会有症状，也不会告诉你写在你的脸上，也不会写在你的身体上，也不会写在你的手臂上。他血压高也晕，血压低也晕，血压高头也痛，血压低头也痛，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到底这个时候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。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去量血压，我们都量了才知道。定期量血压，把脉，对哈，中医把脉，一定要把脉一下，因为它的血管就会在我们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脉点，就是在头部这个脉点，它就会突出来。那突出来以后，就表示说你这个地方的血循非常的快，或者是说非常的有冲轰宏大这样子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你就发现它脉象比较冲嘛。对，那除了这个脉象旺。我们就有望闻问切嘛，切是放在切脉，就是号脉是最后的，在这个望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病人一进来的整个这耳朵啦、眼睛啦、脸啦，这个都整个是偏向红的。那你把了脉，你用来问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造成现在，你问他有没有喝酒啊？没有啦，会是长熬这个的，你就是说他不是刚刚喝的，那昨天就喝了，所以他的血管硬化以后，在血压也高，你就会发现在脉管上面的反映出来的这个把脉就会出现，所以高血压常常很容易被中医师会诊断得到，是因为他会有其他的一个脉点。那事实上还有肩颈部的僵硬，这也是很多病人因为很明显，当然这个可以附为因果，因为他睡不好或是姿势怎么样。让他的血压变得高，那血压高了之后又觉得很有充血，所以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讲，就是说高血压它没有特定的症状，唯独每天量血压，你才可以知道你的血压是好。那需要每天量吗？如果有家族性的高血压啦，或是你的血压在边缘，就是高危险群的朋友，对对对，这个就会建议量。那如果没有，你都很好，你一个月一个礼拜量一次 ，OK 的 ，fine。血压不舒服的，血压计有不同的嘛，有的是一般是电子，那也有一种是手腕式的。手腕式的，对，那哪一种是？基本上我们只要有经过那个认可的，工业局认可的，还有他最近有不管是 CNS 或是 US 或是那个欧盟，他们都是有认可的过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血压的变化很大，大家不要看它这么一简单的。那它的有一些敏感性啊、打气啦、等等等等，那只要认可的，只要量手臂的血压，我们大概都还觉得是 OK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血压计比较不稳啊，或好像不准，没关系，你就带到医生那边，或带回来你买的药局，他都还是可以帮你去做校正，或者是做这个校对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太紧张，因为越紧张就会越高了。是哈，那如果呢血压你没有做好好的控制的话呢，可能你就会有一些。并发症会产生咯。吼，来看到高血压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了眼底病变。请问什么叫眼底病变呢？就是在我们眼睛呢，就刚刚我提到那个 case， 就是这个例子，就是它
开始高血压并不知道，可是他是眼底出血，就是眼白那边他开始，然后眼在这我们的巩膜啦下面那个眼尖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血点，然后下面是这样，本来是血丝，然后越来越多，然后他会合并有高血压这个部分，也就是说他的眼部的深部的那些血管呢，这边会有末梢的一个循环真的是硬化，就造成这个地方也会就是它脆的对了，比较脆，嘿，这个部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，甚至有的还会引起它除了出血之外，会有一些是我们什么哎水肿啊，这个眼部的这个乳部的，就眼睛不是上面会有一些乳头的水肿这样子，嗯，那就会影响他的眼睛的视度，看东西会不清楚。月玲，你是不是有个案例啊？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最亲大家很了解就是文英阿姨嘛，哈，那文英阿姨大家都知道说她到后来是所有的器官衰竭，对，可是她之前一开始的时候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有高血压，她有一天她来录影的时候，她说，哎，我说，哎，阿姨，你把酒奶昂昂，加昂昂，哈，这一点红，她很正常，照常录影哦。可是隔天的时候就爆出新闻来，因为她整个眼睛整个都就是出血，对，出血才知道她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病变，里面的血管爆出来了，严重风，对。已经中风，然后后来他在第二次就再次中风的时候，才引起所有的器官衰竭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他有很多一个相关性的变化。嗯，我在这边要跟观众朋友澄清一下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病人的整个眼白的部分都出血都红了，哎，你也不要太紧张。那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血管爆或高血压，因为那有时候是咳嗽啦、撞到啦、血管破裂。那真正我们比较担心高血压造成眼底病变，都是在那个视乳突的地方，它有一些出血或是水肿，或者是在眼底的部分。有时候你反而看不到，哎，你只觉得眼睛胀胀的，哦，觉得这边哦很不舒服，那看东西很累。那这时候事实上你去量一下眼压啦，请眼科的医生看一下。那事实上不用，你量一下血压也会知道。那看了眼底，他就可以更知道说，哎，你的血管。是不是有已经开始眼底的血管？它是因为大家现在我们做一个实验，谁可以看到你身上的血管？看不到，都没有。哎，全身你看不到你的血管在哪里啊？哎，可是眼底的血管它是非常清楚，可以让你看到它脉搏抽动等等等等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请眼科看一看眼底，跟糖尿病的病人要请眼科看看眼底是最清楚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唯一可以。用肉眼就是机器的肉眼一看到就看到你的血管的形状大小出血等 等, 等, 等所以有时候那个眼底病变不一定是高血压，但是有时候高血压常常会引起眼底病变，甚至会青光眼啊这些，因为头痛高血压，然后会这个眼压高，就眼底的病变都一起出来。因为我看长期年轻人有没有熬夜啊，我说你眼睛怎么红成这样子，你杀红了眼是不是？他就是熬夜过度，所以眼睛整个都有血丝，那也就不太紧张啦，就是还像朱医师讲，先去量一下自己的血压，也许血压会有些什么电脑看太多了，也会他太疲累，那看眼科好吗？好，再来心脏的病变，哎，高血压的药，刚才这个朱医师讲说，你不能够随便停的哈，你是不是一辈子要这样子去跟他共存，对，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形态，你要跟他就是共存共亡一辈子。再来。心脏的病变啊，因为一直讲说高血压跟心血管是很相关的。对。那刚刚陈看又要回到高血压，虽然是那个 silent killer， 但是它终究它要出现在所有的终末器官出来。那高血压它出来的病变，不管我们刚刚讲的眼底啦，或者是心脏啦，或者肾脏啦，或者是血管啦、大血管啦，或者肾脏，它的病变就要出来了。所以。我们在评估高血压的危害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，你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高血压可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高了，可是真正出了问题的，你看一直到四十岁之前可能都没有问题，可是慢慢它包括心脏出现了心脏衰竭、心肌梗塞、心脏肥厚，对不对？到了大血管有主动脉剥离出来了，到了脑部有出血性那个梗塞、出血性的那个栓塞，或者是出血性的那个血管病变，或者是栓塞性的，也可能到肾脏的话，可能会肾丝球的硬化，或者是这个肾脏衰竭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你可能到了三十岁、五十岁的时候，哎，这些的合并症就出来了。像心脏，大家知道，刚刚不是讲说，哎，高血压，血压高，它就要代偿，就它就用力打、用力打、用力打血。那用力打血了之后，就像我们肌肉一直训练、一直训练，哎，看起来我们肌肉壮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可以从外面长。
可是心脏不行啊，它你一直用力一直用力之后，它就变得肥厚了。嗯嗯。那心脏变得肥厚的时候，你相对回到心脏的血就可能变少了。嗯。所以这时候它可能就会开始慢慢出现心脏衰竭的这些情形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，如果你一个高血压的病人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有没有高血压，或时高血压时不高血压，在美国心脏学会或者是欧盟的高血压学会，他们就认为说，哎，你去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，你去评估一下心脏有没有开始变厚，就很清楚了。万一你的心脏已经开始变厚了，啊，你也不要再讲说你有没有高血压或者血压有没有空窄，那就表示你的高血压要大概就要好好的治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告诉我们它的终末器官，我们叫做它的 target organ 终末器官，它已经受到了损害了。是，那这时候你就要非常比较严格的来控制你的血压，或是量测你的血压，因为它的这些合并症都出来。是，因为你总不希望等到中风的时候你才说，哎呀，我有高血压，太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已经太晚了。所以你用心脏的超音波，或者是我们看看肾脏，也可以验小便。有的时候是肾蛋那个一些微蛋白尿或是蛋白尿，哎，这时候就也可以看看肾脏是不是已经硬化了，因为它是这样蛋白就比较容易流失。因为你总不容易等到要洗肾的时候你才说，哦，你看原来我的洗肾就是因为高血压没控制好造成的洗肾。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些早期的病变可以让我们去看的。而且根据统计，好像这个第二个心脏病变，大概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如果没有控制好，大概60%都会转成心脏病变会出现。所以这个部分，这就为什么，就因为我们心脏要一直打血，它绝对不可能说好，我今天休息，我今天不打。大家可以叫你的心脏说，我今天不要动了。我罢工，控制它，可不可以罢工它？罢工休克罢工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的。是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高血压引发的并发症还包括了大动脉跟它分支的病变，对，以及脑病变，还有肾病变。对，这个大动脉病变就是我们记得前一阵有一个华航的机师，对不对？他从哪里回来的时候，就飞机一停好，人就死，那就过世了。那就因为是主动脉剥离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因为你血压没有控制好，可能一直把血管把它打裂开了，打剥离了。对，那这也是一个很致命的病变。所以我们高血压为什么要治疗的原因，也就在这边。那脑部的病变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可能血管爆掉了，爆血管了，也可能血栓了，这都可能是造成这个脑血管意外病变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像赵顺大哥，他是也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在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其实他是不吃肉，就像伊犁讲的一样，知道的，就是营养师讲的，他是澎湖人，所以他只有海鲜，然后他只有酒。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的，他没有，他的食谱里面没有蔬菜两个字，对，所以说他到后来他连高血压他自己都不知道，然后变成说他后来变成有什么中风，他因为他心脏有一些问题，然后造成这个也曾有心肌梗塞过，然后也脑，你大家知道他中风4次。好，4次也都救回来了。好，其实有一次他说是误会了，大家误会他没有中风啦。好，第4次最后一次，那其实他正常是3次，可是你看谁会正常3次中风还救回来？他是不是福大命大？可是呢，他现在就会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了。对，因为他原来也是不知道他自己，他完全没有高血压病史哦，完全没有。一直到他发生第一次中风的时候，他的大动脉有问题的时候，才知道他是有高血压，已经知道严重性了。对，哎，可是他严重性，哎，他严重性之后还已经知道之后还不改哦，都还不改过，这种人也很怪，所以他会让自己发生第二次跟第三次。他这一次有没有改？大家敬请期待，好吧？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我不是讲了吗？只有一半的人知道控制的，那控制里面又只有10%到30%血压控制的很好。大家感觉高血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但是你要规则吃药就已经去掉一半了。对，那规则吃药还不保证血压很 OK 的，那又再去掉一半，所以将近就只有1/4的控制。甚至有些患者有些迷思，像赵顺赵大哥就有个迷思，就是说，他有问过，他说，哎，对，他说血压好了，我把药停了，我每天血压药可不可以自己把它停掉？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。我每天都有病人家问我说，所以说我血压已经控制好，可以不要吃药。我说好啊，你饱了就不要吃饭嘛，你永远就不要吃。那等你总不能等到饿了你再吃啊，对，血压不像饱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又很一直要跟民众观众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高血压不是治愈，它只是控制。控制就是表示什么？你的生活形态要控制，你的药物要控制，而且它是跟着你一辈子的。所以你对你的高血压的病人，第一天你就要讲这个。如果你真的是要高血压要治疗，就是一辈子的治疗，不可能说今天好了。医生说你不能够断药吗？对，这个不能够断药是以前我们的观念说绝对不能断药，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才讲的，因为高血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些是短暂性，譬如说你接了一个案子，熬了一个月的夜，
对，日以昼夜天天忙的这昏天暗地的，哎，这可能血压高，但是之后可能就正常。但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先吃药的，是应该调整生活作息。对。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求速效嘛，所以就先给了药。那当然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当然是可以停药。所以赵大哥后来就是说现在的状况哈，他是有三个人在盯着他，一个是加医科医师，一个是营养师，一个是他老婆。哦。然后呢，因为加医科医师也配合让他减重，因为你知道肥胖也是一个对高血压的问题。那爱吃呢，那就靠老婆了，还有营养师帮他做一些控制，因为吃他觉得说人生不吃很痛苦。但是你可以吃少一点，吃量，比如说咸蛋口味可以不要再这么重了。可是他偷吃呢，我们就看不到了。对，所以你说高血压的疾病，哈，它是十大死因的第九。对，可是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，它虽然在第九，但是你可以看第二跟它有关。有第三跟他有关，第五跟他是亲兄弟，糖尿病他是亲兄弟，对，因为他会影响到肾脏，所以你可以看二三这个五都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第九哎觉得不重要，但是他是所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字母也可以了，源头也可以了。血压如果控制不好，就是一定要控制，对对，一定要控制的，他一直用控制控制控制，对，要控制到稳定就对了，对对对，好，来高血压的治疗方法，第一个。药物治疗嘛，高血压的药，刚才这个注意师讲说，你不能够随便停的哈，你是不是一辈子要这样子去跟他共存，对，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形态，你要跟他就是共存共亡一辈子，然后你吃药会怎么样？我们先讲高血压的治疗，应该还是非药物的疗法在先，在前面，非药物的疗法就包括饮食，所以不是一高血压就吃药 ，no， 绝对，所以这就是也就是因为大家就有一个迷思说，哎，我血压一好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停了？那事实上应该是把生活作息调整好，先调整好，看看血压有没有稳定。像减盐啊，对不对？像减重啦，对，像心情放轻松啦，像这个运动啦，像事实上美国心脏医学会他们做的调查就是说，如果你生活形态做得很透彻的话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的，就是病人是可以不要用药物治疗。对，像我一个病人就是他是那个脑瘤，他那个引起他的血压很高，可是他本身也胖，对，那因为那个医生就说。我要给你开刀，可是我根本没办法给你用药，你一麻醉下去，我们担心因为很多的风险在里面，所以他要他降血压，就是要让他减重，结果他减了，在我们那边减了10公斤之后，血压跑到120以下了，他就说我要赶快去开刀了，然后就要把脑瘤取下来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其实你的体重会跟你的血压关系很多，影响很大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肥胖跟高血压，就说高血压的人里面有几成的人是。比较肥胖的，那高血压它归因于肥胖，大概可以占30%，虽然没像糖尿病的占50%-60%，但是也有大概1/3的高血压的病人，他的原因可以归因于肥胖。那当然你马上可以反驳我说，哎，我看到一个瘦的人，那他是高血压，那他可能是压力大、紧张等等等等其他因素。但是不要小看单一因素，最重要的还是体重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所以我们这个非药物疗法里面，不管饮食，等一下医理会讲饮食啊、生活形态啦、身心疗法、放轻松、生活形态疗法是非常重要的。譬如说打打瑜伽啦、动一动啦，也都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谈到药物疗法，就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毕竟我们到了这个确定的这个非药物治疗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开始使用高血压的药物。那观众朋友或者是病友，你一定要把这个药当作你最好的朋友，要好好的陪伴他，好好的怎么吃他，让他血压控制的最稳定，而且又达到我们想要控制的目的，就是135-85的这个范围。如果你吃药了，生活作息又没改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熬夜，然后血压又高到140-90、150-100，那完全是没有用的。你虽然吃了，这就是我讲的，只有10%的人到30%的血压控制的很好。那这样反而不但没有吃到好的这个好的效果，而它的合并症还是一样会出来，还是会出来。对，高血压的药是不是有很多种？对，没错，我们高血压大概有100多种的药物。那其实我刚刚有把它加一加哈，你从这个 S A B C D E 把它加起来哈，如果你都有做到的话，其实可以达到32毫米汞柱。哇，大家收缩压其实可以降下来的，120，对。高血压的药是不是有很多种？对，没错，我们高血压大概有上百种的药物，但大概我们可以归到5-6种大类。第一类是利尿剂，
第二类是乙型肾上腺素阻断剂，第三类是钙离子阻断剂，第四类是 ACEI 的那个阻断剂，第五类是肾素的阻断剂，第六类是 Alpha 的阻断剂。但是这几类出来的时候，它衍生了将近300-400种、400-500种的药物。那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不同的适应症跟禁忌症。对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气喘的病人大概就不可以吃贝塔的这个贝塔乙型肾上腺素阻断剂。那我们也知道刚刚讲的，如果你会咳嗽或者是肾动脉一些狭窄，你吃那个那个血管加压素转化酶异化制剂的时候，你就要非常的小心，或是肾素阻断剂，你就要非常的小心，它可能会突然掉得很厉害。那像女生如果在更年期的时候，你吃钙离子阻断剂的时候，就也要非常小心，它可能会潮红，人很不舒服。所以每一种药物它有不同的适应症，有不同的对象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叫做合身的疗法，就是你是哪一种人，你的运动是怎么样，你的年龄是怎么样，你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，就要吃哪一种的血压药物，这样可以有不同的系统。对，是因为我最常问说你为什么要停？我常问患者，你为什么要把药停了？好，你觉得你的血高血压的病好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吃药很难过。我说我怎么难过？他说会头晕，会肌肉无力，会干咳，肠胃不舒服，还会变胖。所以他想把药给停掉了。所以我说你在高血压患者，我觉得他应该跟医师跟营养师做好朋友，他才会在那么多种药物当中去量身定做，找到最适合的。是，好，其实我有听过那个高血压要吃太多的，有的人半夜会梦游，对，这个是。所以我常讲一个，每一个高血压的病人经常都问我说，医生，我吃这么多药会不会洗肾？那我每次就回他，如果你不吃药，你的血压高才会洗肾。好，那当然，因为高血压大概。我这个刚刚苏伟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，高血压的单一的治疗可以控制到血压，就是一个药可以控制到血压大概只有50%-60%，两个药物的话也大概只有70%，一定要三种以上的药物，它才有80%的把血压控制下来。所以你大概想说，你这样，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就是大概一个药物都不够了，要可能要两个，这个比糖尿病更惨，糖尿病到最后都要三个药物，两三个药物以上。那这么多的药物作用在一起，它会不会有一些交互作用？会的，对。但是因为医生他们会选择哪一类跟哪一类的药配在一起，血压降得最好，副作用最少。那我也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在药物治疗里面，没有一个药物是最好的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你吃好的药物拿来给人家，说王伯伯吃好的就给李伯伯吃，李伯伯吃好的给张妈妈吃，这样不用这么大方，自己这样吃完了之后就大概全部都倒了。是，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他配的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看过医生或是经过咨询之后，选择一个对你最好的药物。那即便你要调整药物，你也要跟医生做一些商量。好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饮食。饮食的部分来，伊里怎么样来饮食？如果你要稍微减药，你说等我等很久了。就是真的，因为除了药物的治疗，其实以那个生活上饮食上面是占非常大众的因素哈。那在那个台湾心脏病学会在2010年，他发表了一个新的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治疗的指南，里面他有口诀，它叫做 SABCDE 哈。那它 S 哈，它是 salt 盐，它其实它把盐摆在最前面哈，因为其实我刚刚讲到我们国人其实它盐分的一个摄取都是 double， 建议量都是 double 了。那他现在是建议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有所谓的高血压的话，其实应该建议在原本是6克，成年人是6克，现在建议到3克以下。所以基本上你的烹调里面几乎所有的盐都不太能够加，所以你只能用一些，比如说像是一些食材上面新鲜的果汁啊，或是说一些中药部分去做一个提味的部分，香料嘛，香料部分啊，或者是一些。对，如果你可以减盐的话，减一半的话，你大概可以下降2-8个毫米汞柱的血压。那我想。想问一下，说有一些市面上，他现在强调是低钠盐的话，对，那这样可以吗？低钠盐可以用，可是低钠会有一个高钾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是属于肾脏病人演变成的高，就是高血压演变成肾脏病的问题的话，那这个低钠盐可能就不能用，你就要比较小心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要看你的状况的问题。就是如果你单纯是所谓的高血压的部分是可以用的。好，那再来第二个所谓 A 就是 alcohol， 就是酒精的部分。其实刚朱医师有讲到，其实酒精是可以少量的饮用啊。好，那他其实有建议量，就是说男生要小于30克的酒精一天，女生小于20克，大概是啤酒，男生的话啤酒大概小于700cc， 就是每天喝啤酒不超过一瓶。对，然后红酒大概240cc，然后白酒大概75cc，白酒就大概 whisky 啊，或是那种，对，那对，其实是就是就很简单，女生大概就是要红酒一个杯子，白酒就小一点，然后白酒再更少一个杯子，因为其实白酒的它酒精
浓度比较高啦。那第三个就是 BMI 哦 ，BMI 其实现在只要大家上网进去 key， 其实公式都带得出来了哈。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，身高把它换算成公尺的部分哈。那你 BMI 数据的话，其实它在原文上面写的，你还是要控制在18.5到24.9这个部分。好，那如果你可以减少1公斤的体重，你可以就可以下降1毫米汞柱的血压哦。对，它其实是有统计出来的。那当然，那个 C 就是 cigarette， 就是抽烟的部分。这个刚刚朱医师其实有讲到很多抽烟的一个坏处，尼古丁的一个问题了啦哈。那再来就是在饮食控制的部分，这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哈，因为它其实有建议，就是说它的蔬菜水果量它有提高，它才提高到8到10份的部分，好，然后因为我们正常一天的蔬菜大概是3份，水果是2份，但是它今天提高到八到十份，它可能就是要增加，因为蔬菜水果没有钾离子的部分，它让钾离子增加，让钠离子排出去这样子，然后它的建议就是说它要有2到3份的一个低脂奶的部分，好，它强调的是低脂的牛奶，减少饱和脂肪酸，比如说像奶油、猪油啦，或是油炸油这些，然后减少胆固醇的部分，比如说内脏类的或是一些含卵的一些食物哈。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话，其实可以下降大概10到12毫米汞柱的一个血压部分。好，对，但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把那个用饮食来阻止或者是治愈高血压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最高境界哈，就是有的人对，然后再來就是最后一个是一哈，是 exercise， 是运动的部分哈。运动的部分的话，是建议你每一天至少要做所谓的有氧运动30分钟。如果年轻人，你可以去骑骑脚踏车哈，或是固定式的脚踏车、游泳。那如果说年纪比较大，其实快走、健走的部分，竞走对。那他如果说你的运动有达到他建议的量的话，每周就是至少是5次，每天大概30分钟以上的话哈，你可以下降大概3到7个毫米汞柱。那其实我刚刚有把它加一加哈，你从这个 S A B C D E 把它加起来哈，如果你都有做到的话，其实可以达到32毫米汞柱。哇，那收缩压其实是可以降下来的，150变成120。对，所以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说饮食治疗或者是生活形态治疗，一定要在高血压药物治疗的前3到6个月，你要非常严格的执行跟做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把盐真的限到一半了，或者是这些食衣住行娱乐都做好了，那事实上可以不要吃药了。对，但是还是要找到原因。对，你可以减缓了半年、1年、2年、3年吃药，事实上对你的身体也是有帮助。像我找到我自己的主要原因。对，因为像我碰到一个 case， 他是子宫肌瘤，所以你知道我们女生每个月都要有月经，他来的是有红红的大海这样子一直流，然后就你知道，所以他是每次都在贫血。你知道他贫血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他我们血压是会高的。所以那个他这个这个应该是治疗把他那个肌瘤处理好，贫血这样，所以他因为他对对，你听我说，他当时他并不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血色素不够，造成他的这我们代偿性的心脏一直在崩，所以让他这个血压会高上去。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说，你可能要把这个因为这个肌瘤太大了，然后还有肌腺症，你要把这个原因去除，你把它拿掉，因为反正已经接近更年期，你把它拿掉以后，然后你再补充这些血会留得住。你的血压会跟着下来，他说他血压会下来，我说真的，你试试看。所以他后来这样子做过以后，他真的血压就下来。是，所以说这个部分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血液、你的饮食、你的营养是跟他有关系的。是，好，那刚才这个怡理已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利用饮食来疗法，还有一个刚才朱医师有提到这个 DASH 疗法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建议你一天要1把坚果啦，一把多大？一花生、松果，一把，对，不要选择是油炸的坚果。但是我这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在喂教我的病人，我会建议他选择。好，那刚才这个怡理已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利用饮食来疗法，还有一个刚才朱医师有提到这个 DASH 疗法，对不对？这个也请怡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其实 DASH 的部分哈，其实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饮食，其实它强调第一个，它有几个重点，它第一个就是强调高钾、高镁、高钙、高纤，然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，再来就是它会限制饱和脂肪酸的一个量。好，那它几个原则，第一个呢，它建议的就是说在五谷根茎类的部分里面，它建议选择所谓的全谷类。那全谷类其实它的定义它是有麸皮、胚芽跟胚乳的哦。比如说像是糙米饭，然后我们女生常常喜欢吃的那个
那个红色的那个紫糯米，紫米汤那个也可以，好，那还有一些玄米啊，好，或是说燕麦部分，那他建议我们一天里面要有2/3以上的全谷类的来源，那等于是如果你三餐都吃五谷根茎饭这种五谷类的话，其实要2餐，是所谓的一个全谷类的来源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以奶类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们建议其实它还是比较偏向正常人，大概1.5到2杯的一个建议量啊。低脂奶，那低脂奶的，它强调的是低脂奶的部分哈，因为低脂奶就刚刚讲到，就是它只会有高钙的一个部分，那钙本来就可以去让你的血压比较平缓一点哈。那再来呢，蔬菜的部分呢，它是每一餐哦，餐餐都要2到3种蔬菜，每一种都要不同颜色的，然后多样化，餐也要2到3种，所以呢它其实是有方法的，就是说尽量如果5蔬果7蔬果要5蔬果要7蔬果，对，那如果不行的话，这边提供给大家，比如说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可以把它打成蔬果汁，但是蔬菜的比例要高，水果的比例要低，大概是成3:2的一个比例去打，好，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吃到的话，因为针对这个高血压病人的话，我们其实钾离子的摄取是非常重要的，好，就是蔬果里面来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以油脂的部分，就刚强调，就是要选择是好的油，所以减少猪油啦，或是奶油哈。那再来就是烹调方式，其实有一些像红烧的、油炸的哈这一种的，或者是像3杯的，其实它的油脂的量确实是比较高，用的油脂的量比较高，也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血压还有所谓引申所谓高血脂的一个问题。是，脂肪东西不要吃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写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哈，基本上是以豆类的制品为主哈，再来不带皮的一个家禽类，好，比如说白肉的部分，简单记就是白肉啦，少红肉这样子。红肉部分就像猪肉啦、牛肉这一块哈。那海鲜呢，虽然归在白肉里面，可是要特别注意哈，海鲜它是属于有些是胆固醇高的，像虾子啊，如果是吃虾头，还有一些像章鱼，那种 taco 那一种，它也是属于高胆固醇的花枝，高胆固醇的一个海鲜，这个也稍微要避开。好，那最后它就是建议你一天要一把坚果啦，一把多大？一花生、松果，对，就是一汤匙，或是说，如果说是芝麻，像那一种芝麻粉，它比较细的话，就是大概是2汤匙左右。多大汤匙啊？是我们汤瓢吗？还是真的这要讲清楚？对，因为我每次说坚果种子，你知道我老公这么大的汤，对，他说我手掌比较大，一把。其实我们会建议的，因为通常我们在座位教授民众就有这个误解，想说他平常都吃炸鸡排了，然后又吃了那个很就是吃了美式的汉堡，可是他又记得营养师说要降血压，就要再吃一把坚果，那其实你的油脂量都过多了。其实我们会建议用坚果入菜，是，就是说哎，你对坚果入菜，比如说你做那种寿司里面，你就用坚果去调味，然后沾那个生菜沙拉，或者是说你在煮菜的过程里面，你就是用坚果把它磨一磨，磨成碎片撒在你的那个菜里面，用坚果去入菜，而不是说用你食用油也吃了，然后你这个坚果要腰果虾仁，对，然后坚果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选择是油炸的坚果。那我这边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是我在喂教我的病人，我会建议他选择开心果。就是说量控制住的话，开心果是很好选择，因为开心果不能油炸，不能油炸，它是烘的，对，它不能油炸，对，所以它是比较好的一个，很香，它选择上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它又搞不清楚什么叫油炸，什么叫没有油炸，你就叫选原味，因为现在很多大卖场都是有卖原味的东西，它都没有盐、没有糖、也没有炸过，全部都用烘量要控制好，不要吃太多，其实量要控制好。好，来，那么高血压治疗方法还有一个身心疗法是保持你自己的环境，你的身心的平静。手术疗法就针对你看到是血管狭窄嘞，还是长到肿瘤，针对它来去处理，而不是说到处都要开刀。是，好，那最后请四位来宾呢，各15秒钟，我们来做个总结，好不好？针对我们国人10大死因的第9名，高血压性的疾病预防治疗，那我想跟观众朋友讲，高血压并不可怕，但是你要常有时间就要量血压。那这样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。那有了高血压之后，也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停药，觉得自己是医生。那你要一定要跟医生好好的商量，怎么样把你的生活作息把它做到最好。那这样你的血压就可以控制到最稳定。是，来，吴医师。那通常呢，也会知道说，我们中医呢也是会治这个高血压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也明了说，预防重于治疗，所以平常呢可以用一点这个决明子啦、丹参啦、杜仲啦，包括杜仲叶这些东西，枸杞子，这个都可以调整我们的五脏六腑呢，让我们的血管这个弹性呢增加之外呢，也让你比较好眠。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呢，不造成高血压，这个预防你的心血管的病变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
还有配合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后面的穴道啦，这个按摩啦，甚至于呢让你的这个筋骨呢比较松软一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你睡着一觉的时候，你的血压就真的就会跟着这变成下降的时候，也是你预防高血压的一个源头。是，好，来伊莉。其实饮食上特别还是强调所谓的低钠高钾的部分，就是盐分的摄取确实真的要减少，尤其是看不见的盐，就是说你不觉得它是咸的，像有一些甜甜咸咸的饼干，这种非常重要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一般大人不觉得，他觉得它是甜的，不是咸的。像这种口感上的判断不是可以判断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营养标示。好，一天正常，因为营养标示它标示的是钠。那一天正常，刚刚是6克的盐，等于是2400毫克的钠。你发现你吃一碗泡面或一包蜜饯，你大概就占一半。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，要知道自己吃了多少。是。那健保局其实有提供所谓的免费的全身健康检查，对于成人，其实我们要好好去利用。然后每年定期的健康检查，那如果说你有真的有高血压的话，你还是听医生的医嘱啊，乖乖吃药，然后再配合营养师，然后再配合中医的治疗方式，还有记得家里一定要必备血压计。对，血压计那个是不是说备而不用，是备而要常用，但是用也不要过度哦。对，还不要心情激动的时候用哦，哈。好，非常谢谢四位专家跟我们详细的解说了什么叫做高血压性的疾病，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作为参考。谢谢观众朋友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谢谢。